去年去过月时间的多，但春节时间咱起来吃大鸡哦嘛的，那一年年纪，那如果六百个鸡，去越南买那的，人家那买个送，啊，狼子狼人的，到狼人的就那么大狼子做那送谁啊去哦的，狼人狼人生的他，这家里人的听到嘛就把大狼人哦嘛的，你就那么着，他今年龙节嘛，提前做菜啊，他的啊做菜啊。 他表示我也不给越南买那个垃圾，不给呀。他人家那些，我爹出生就住下了，越南那些平时的干嘛说？阿拉光努力吃的。他听人家爹不走的，上街去闹，走街去闹，老老少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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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Yeah.